前面有一个星星，然后呢，你至少你这个地方要多一个折行嘛，否则的话后面串在一起不好看。那多一个折行的公式要怎么下哦？其实就是里面有函数的哦。其实这个折行哦，在那个这个地方里面哦，这个后面呢，其实就是加一个这个叫 char 哦，就是字元的意思的啊。这个 char 就是字元，字元号码10号，10号其实就是类似一个 enter 啦，一个换行的符号。好 ，return 的符号，那这个换行符号的话呢，它就自动帮助我们折行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，该怎么做，我们逐一再来看一下啊。这个是最后完成的，那我把它back一下啊，基本上是几个动作就完成了，啊、哦，本来是这样子对哈、哦。那我们做完我要怎么做呢？首先第一个我要加上一个星号，那星号部分的话呢，也是它是一个自创嘛，所以我就直接先一个双引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插入里面有一个叫什么？插入有一个符号。符号里面有一个更多啊，里面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标点符号、特殊符号这些符号，看你要哪一种符号都可以。那里面有一个这个星号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我就要用的话，你就怎么样呢？把它按确定，或者点两下也可以。好，它就上去了。然后，因为它是一个字，也是一个字哈，只是它是特殊的符号。那后面要串接的话，就是要跟后面的那个只要是函数串接，就是要一个 and 符号。那做完一个之后的话，后面呢不用重做了，你可以把它 copy 一下，然后后面的话到这里怎么样，把它贴上就好了，会比较快一些些，好，有没有？就是在中间呢，那你现在打勾，实际上它就会有一个这个要的效果出来了，只是这边还多一个折行，所以在这个 end 符号前面呢加上一个这一个哈，我们要 end 再一个串接 end， 好 ，end 什么呢 ？end 一个 enter， 哦，所以就是记得是 char 哈、哦，这个 char 刮弧十哈，然后刮弧再 end，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等于是类似加一个 enter 哈、哦，加一个类似加一个 enter。那当然你在那个初中课里面是好像应该是 alt 加 enter， 它才会换行，明白吗 ？alt 加 enter 哈、哦，类似 alt 加 enter 的效果，打勾 ，OK。那再来把它那个常用里面的那个对齐方式，水平的部分把它改成靠左好了，类似像这样子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底下就把它向下填满，那这个部分呢就算完成了，哦 ，OK， 那这样的话，我想哦，各位试试看，啊、哦，把这个部分做出来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